静极生动，动极惊天，禅权归一是少林功夫的真谛。千百年来，少林武僧遵照着这条玄奥的哲理，创造并发展了少林武术。双运钉，双骑行。下面进行双运钉双骑行的演练和讲解。首先由现在的右盘肘姿势向右转动，来第一抓住对方的攻击来的左拳，第二对方又攻击，同时把他向自己怀里边拉，接着送出去。